换我了，我也要坐进来。哇，给你压扁啊！这个很好玩耶。哦，我把你压扁喽。哇，你的脚好多蚊子叮到哦。嗯。哎，等一下再吃，要洗澡再吃，哦，不然等一下蚊子又叮到了，又肿一个臭包包。可是我想要把这个洗起。那你先出来，我先玩。我撕哦。你先出来外面再撕，不然等一下你卡在里面了。帮我放下来。好，你起啊。哇，这个空气沙发太好玩了。